Play， 然后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记得在下面订阅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富兰克林的研究所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漫威的展览，超级英雄的宇宙，然后它里面就有很多漫画、角色、costume 之类的，然后排队进去啦。One day in the summer of 1963, Stan and Jack realize that they could bring their solo characters together to form a whole new team.They called them the Avengers.我第一个喜欢钢铁人。
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已经逛完展览了，还蛮多东西可以看，很不错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按赞，然后下面记得要按订阅哦。就这样了，拜拜。